观众朋友过年好，我是主持人龚海，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春节特别节目转星陪你过大年。本栏目由国门医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严淑平。严老师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龚海。过年真开心啊。今天呢是新年的头一天，我和严老师啊一起陪大伙唠唠家常看看戏。严老师啊，咱俩这样你看行不行啊？先给大家拜个年好不好？那太好了。要不我先来。你先来，你先来啊。龙年降临祥瑞县，愿你事业登峰巅，龙腾虎跃鸿图展，福寿安康乐满天，龙行天下福星照，财源滚滚好运招，龙舞新春瑞气绕，健健康康乐淘淘，祝大家龙年大吉。好，哎呀，还得是主持人呢，这词儿张嘴就来呀。那我也得给大家拜个年。好啊，来来，那我唱几句啊。锣鼓喧天迎新年呐、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家家户户迎好运呐、大家一起过新年呐、新年大吉又大利呀、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恭迎新春笑开颜呐、哎呦呦呦呦，共迎新春笑开颜呐、哎呀，祝大家新春快乐。哎呀，太棒了，新春快乐啊，真的是太开心了。今天呢是大年初一，新年的第一天，这家家户户啊肯定都在包饺子。是啊，收到这样的祝福，大家一定非常的开心，对不对杨老师？那我想啊，就这个时间段，我估计观众朋友有的可能在包饺子，有的没准正吃着，是一边吃饺子一边看咱们节目，也是很开心的事情，是不是？是。你看今天我们呢也是准备了严老师最爱吃的酸菜馅的饺子。真的呀？来尝尝啊，老师。来，快快快，尝尝。那我可得尝尝。我这都属于见你光了，老师，我也能吃这么好吃的饺子。哎呀，酸菜馅吗？嗯。你刚才问的怎么样？嗯，好不好吃？哎呀，这味儿可太正了。哎，龚海，我觉得吧，就这个酸菜还特别像我小时候就农村家里大缸腌出来的那个酸菜味儿，哎，太好吃了。大家看着吧，严老师真的太会吃了。嗯，我跟你说，老师，这个酸菜啊，我真就是从我二姨老家那大酸菜缸里边捞出来的，然后包的饺子，真是。真的假的呀？哎，龚海，咱俩呀，就是也别光顾着吃，那得让大家伙得看戏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哎，也是啊，你这光吃饺子，我都给快给忘这事儿了。这吃饺子不看二人转呢，香气少不淡。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第三届颁奖晚会的精彩节目要给大家。那快点放节目吧，咱们边吃边唠，大伙呢是边吃边看。行，这样啊，咱们先看一段由第三届两个小可爱表演的菊大纲。好。去搬缸啊，体
绑住了岗啊，我挂不搬岗啊，没注意呀，我的大手按在了啊他的小手上啊，没老爷们干啥都不顺当啊。二娘我问听你个嘴里乐，顾路他说话呀话里要文章啊，把缸啊滚到啊屋呀嘛屋门外呀啊，我搬个凳子你给我举大缸啊，二娘啊，说你姓啥我咋想不起来了呢，上次来我不都告诉你了吗，那你告诉我我不都给忘了吗，二娘你姓啥我咋忘记了啊，哎哎哎呀，姓张啊，哎哎哎呀啊，二娘你今年归更节儿啊，哎哎哎呀啊，32岁我属羊啊，哎哎哎呀啊，属羊啊，哎哎哎呀啊，我32岁把羊属，你33岁咱属羊啊，你羊我羊咱们那可不一样啊，你属母啥呀，你属绵羊我属山羊啊，想常把绵找羊找羊来他们练成棒啊，我脚他舍不得打我们哈。
是没有那个如意的郎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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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有个人啊，三十三岁呀，二娘啊，爹来来呀，叫一声二娘，你顺着我的手腕瞧啊，二娘啊，快点啊，哎，对了，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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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呀，原来是你呀，就这小屎孩，你看我咋样啊？哎，公孩啊，你还别说，这俩孩子这俩演的多有样啊！可不嘛，真不错啊。嗯，那真不错的呢，还有国文医院治肿瘤，去国文医院。哎，严老师，你知道吗？嗯，这个国文医院呢，它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而且用的呢也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诊疗流程和规范。除了有这些医疗标准以外啊，它还近呢。哎呀妈，是不是、啊？你还别说，这广告做的真溜。那严老师，那你说啊？咱们现在这生活多好啊，比如说想吃饺子了，包啥馅的啥馅都有，是啊，对不对？比如说想回家了，交通方面各个方面都很便利，比如说远在外地求学什么工作的这些游子们，买张飞机票火车票，蹭一下到家了，回家过年，一家人过年你就聚到一起吃吃饺子啊，唠唠家常，都不是啥难事。嗯，那呗，你说咱就说那以前啊，你说老张家那小子到京城考学考了六年都没回去家、啊、你说把那未婚妻那王二丫都想的呀，住家里都直哭啊。是啊，嗯，哎，你说那老张家小子后来是不是考了？你咋知道的呢？我咋知道，我要是不了解点二人转，我差点都当家常科听了。这不就是咱二人转看的王二喜慈夫吗？咱晚会上有这个节目，一起看看，快点去呗。紧跟着老狼猫，哎呀，我一见心好恼，叫上丫鬟快打猫啊！丫鬟闻听不怠慢，脱下绣鞋去打猫啊！照着狼猫打下去呀、啊！去刀匠，他拿着绣鞋当辣椒啊。东院的二大妈，她是个二层眼啊，也没细看，没细瞧啊。照着辣椒咬一口，哟，是怎么又哏又硬又皮挑？挺好个红辣椒，它怎么腌臭了啊？杨老师，你家过年平时吃饺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哎，公海，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我们家在饺子里，你知道包啥吗？啊，对呀、啊，包啥呀？一是包糖块啊，二呢是包硬币。哎、啊，这个我家也包。我记得有的人家还包就是那个红辣椒。包辣椒？对呀、啊。包辣椒是什么寓意啊？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比如说，谁家这一年要有新姑爷进门，包个辣椒在饺子里啊。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啥意思？新姑爷要是吃辣椒，
就说明这姑爷厉害，有本事。那姑爷选的好啊。哎呀，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以前有个老洪家，那过年呢准准包辣椒馅的饺子。哪个老洪家？准准的，就那个红月娥那个老洪家吗？找个女婿那多厉害呀，小罗章啊，武将啊，多有本事啊。哎呀，公海，我发现了你呀、啊、现在都会现学现卖了。你说的是不是就是咱们颁奖晚会那红月娥做梦啊？对呀，这个节目里面啊还有好几个红月娥一起唱的呢。是吗？公海，我考考你啊，你比如说像老洪家这样能找着有本事女婿的，你还能想到谁家？哎呀，这个我想想，老杨家，那老杨家姑娘她本身就厉害呀，找的女婿自然也不差，对不对？我估摸着啊，不光是这个新女婿吃辣椒馅儿，那老娘全家都得吃点辣椒馅儿，都厉害呀。哎，那咱唱二人转里不就有唱姓杨的吗？那单出头杨排风不就是吗？唱的就是杨排风和女婿的事儿。没错，所以呢，我就要给大家推荐看第三届颁奖晚会里的《杨排风》这出戏了。那是由黎树团赵丹丹演唱的，具体咋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听听吧。好。去他那脑瓜崩吧！哎嘿呀！
谁就当先锋。
治肿瘤，国文医院真不错。本栏目由国文医院冠名播出。治肿瘤啊，国文医院真不错。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治肿瘤啊，国文医院真不错。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哎，龚海，你别说赵丹丹这孩子哈，这杨白峰演的还真不错。是啊，一说到真不错呀，我就想到了国文医院，人家也不错呀。治肿瘤去国文医院，不仅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同时呢还用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诊疗流程和规范，非常的像样。嗯，哎，龚海，那接下来咱说说这个饺子馅里包糖块行不行？它是不是就寓意着吃了嘴甜会说话啊？对呀，啊，哎，我说龚海，你是不是小时候就总能吃出这带糖块的饺子？这长大了，你说你就当主持人，嘴儿这甜呢？但是我感觉吧，我吃肉的还是少，因为我感觉有一个人吃的肯定多。谁呀？小红娘啊，在老崔家那丫头啊，和老张家小子之间啊传话，她多会说呀。就这俩人的事能成啊，全指望着小红娘。哎呀，我都知道你接下来要说啥了，是不是带大家看西厢啊？没错，那咱们接下来啊，就看看刘建国和赵海燕所表演的西厢观画。个猪脑袋啊，猪八戒的儿子小可狼。哎，小红娘关罢了墙上这些花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哎，看见公子张金瑞呀，摇头晃脑闭目哈眼稀里糊涂哼哼呀呀念文章。哎，我走到近前猛击一掌啊，哎呀不喊不喊啊，倒把这个书呆子脸都吓黑。嗨，啊，吓黄那咋还吓黑呢？那脸卡磨耙里能不黑吗？那也得说吓黄。中，脸都吓黄啊！我转过身来仔细看，原来是狼巴丢的一个大姑娘啊！哎呼哎呼哎呀，上身穿着红大袄。脚长哎，哪里不寒啊？头上青丝，那个如墨染呐，啊，那个杏眼，水汪汪哎，悬胆，鼻子芙蓉面呐，啊，粉红那个嘴唇模样强啊，哪里不寒哎，哪里不寒啊？哪里不寒哎，哪里不寒啊？哪里不哪里不哪里不寒哎，哪里不哪里不哪里不寒啊？看罢多时人
认识了啊，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为了哪一桩？哎哎哎呀，红娘闻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妈耶，你把那花枪跳是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是连打带骂，什么奴家小红娘啊，得知你们俩的苟且事是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找啊，让你去当面鼓对面锣，细说短长啊，快走。张生一听心害怕的跪倒在地直摔炕，磕头好似几千米，坐一好似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且慢走啊，这事还得你帮忙，张君瑞矮高的喉咙哑，咳喽喽吓坏了丫鬟小红娘啊，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吓坏小红娘啊，哎哎哎哎哎呀。杨老师，你说这大年初一的啊，观众朋友们光看咱俩吃饺子唠家常了，也没听着严老师你唱一段啊。可不咋的，那过年了我咋也给大家唱上一段啊，对，来一段，唱段喜庆的热闹的怎么样？行啊，那我唱几句老汉悲戚吧。可以可以，来掌声欢迎。好，我的呀名叫啊二老快呀，老头子大号叫啊叫啊叫赵彩儿，我们俩同在村中住，他到南我到北，中间隔堂儿，他打光棍我守寡，互相帮助常往来，一来二去耶耶耶耶，产生了爱你，今天到乡政府把结婚证书开呀，哎哎呀，哎呀，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没听够啊，也没听够啊。你这饺子吃不够，严老师二人转也没听够，咋整的？你没事没事没事。哎，我记得那个第三届晚会我跟佟老师还唱一个给大家伙放放。那行啊，来上节目。两个呀，
二人转就跟这饺子似的，好的没够啊！你看，不是那好吃的饺子，咱也不就是一天吃的呀。大过年的，咱得天天吃饺子。嗯，那倒是。那好听的二人转也不能那全可一天听完呢。严老师，你说太对了。那既然这样的话，今天的节目要不先到这儿。最后啊，我就咱们俩一起祝大家新春快乐。明天呢，咱们接着看第四届的颁奖晚会。明晚18点，咱们不见不散。再见。再见。